家好，我是凌空。今天呢，我终于拿到我从台湾寄来这边的包裹啦，三箱，还蛮大的。我这样子寄下来也要差不多台币3000块左右。凌空想要带我们台湾的零食过来跟大家分享，跟大家交流，然后还有一些像是鞋子啊、跟厚外套等等的寄过来看看。然后因为我很怕寄丢，所以我也没有寄很贵重的东西，都是很简单的。哇，好累，终于打开了。江江，我带了非常多的食物哦，有鹅阿珍、玉叔叔，这些饼干呢都是我刚好那时候中元节有卖一大包一大包的辣味鹅阿珍、咸酥饼、蒸油味。我觉得我现在看到他们都觉得我带太小包来了。然后呢，我还买了康宝浓汤，因为其实我出发的时候还蛮怕会吃不习惯这里的食物，所以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带康宝浓汤。一枚小泡芙，这个超喜欢。然后这个是我同学说这边的同学还蛮爱吃的。然后还有这个花雕鸡牛肉面，哦，我现在就想吃了。这个是维力炸酱面，我带了两包。然后还有这个乖乖的草莓口味，乖乖哦，完了，这个都被压成粉了。这个是孔雀香酥脆，还有马吉，我现在很担心这马吉到底还能不能吃。五香口味的乖乖。炼乳口味，其实我自己都没有吃过这个口味的乖乖。下面是我的鞋子跟雨伞。好了，最后一箱，最后一箱呢，当然有我们最好吃的虾味鲜，是我最爱啦。可乐果的新口味，柠檬玫瑰盐，我超爱这个口味的。又是蚵仔煎，蚵仔煎。泡芙，我最爱的原味泡芙。然后我还买了一些最近出了奇怪的口味的可乐果，像这个米烤肠口味，我自己都没有吃过原味。然后又是康宝浓汤，不过这个是香菇鸡茸浓汤，山葵 wasabi 口味。啊，对，还有浪味鲜，但是我后来来这边就发现他们也有浪味鲜。然后奇多，因为买大包的会装不下了，所以我就买了两个小包的奇多。江江花雕鸡面，这个是一定要的。最后是这个石头巧克力，因为我小时候很爱吃这个，这个又贵又超甜。好，你要先试哪一个？我不知道，有很多东西哦。Hey Jack， where are you from？ 澳大利亚。OK。我应该是中文。都可以。OK。Where are you from？阿果。What's your name？ 多吗？乖乖。乖乖。乖乖。很不错。真的吗？鲜的。It reminds me of chips in my country. Chips. Something like this. Oh. It's.Eat. You can eat? Yeah, I like it. 法国进口基因改造玉米 The corn is from French. Yeah, pretty good. Wow. 五香口味。乖乖，五香口味。五香。Yeah, go.都是什么？五香。五香。我觉得那是比较好吃。Yeah, better. 是什么？它是一种香料。我不知道我在吃什么。不知道你在吃什么。那你觉得它怎么样？还可
可乐果。可乐果。Yeah. Oh, it looks like pasta. This It's kind of weird. I need to try it more. It's not too bad. Like the garlic's not too strong. Yeah. Pea crackers. Mm-hmm. Mm. You like it?Wasabi 口味，好，先试这个，你吃吧。哦、闻起来怎么样？还行。Hey, it is spicy. It's wasabi. 我不喜欢 wasabi. 可乐果 wasabi? Yeah, wasabi.What was that beef?